哦，咱们呢，今天呢还继续啊，讲到就是败坏风水的行为昨天呢讲到这个怠慢老师，就是对老师的这种怠慢呀，会让我们的智慧不开。要是我们对老师呢尊敬啊不到位，不光是自己智慧不开呀，家里头的孩子呀。也容易呢，这个学业无成。昨天主要讲到这个怠慢老师这一块。哎，今天讲这一块呢是第八，贪图协利。这个呢，贪，我们人都有这个贪念，这个贪呢是人的一个共性。可是呢，他这块讲的邪力，什么叫邪力？就是来路不正。这个钱呢，来路不正啊，分为两种原因。第一种原因呢，违法乱纪来的。就是我们这个钱呢，是违背国家法律，违法乱纪来的。第二呢，违背伦理道德来的，违背伦理道德，这是我们经常性可以听到的两种原因啊。一种呢是违法乱纪，打比喻我们现在为挣这个钱去行贿，行贿得到的功成，行贿得到的这个事业。这个财呢，我把它称为协力。这种钱你不得还好，一得呢，苦不堪言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就像我昨天晚上啊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老板给我打电话，是放声痛哭啊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么大一个老板，哭什么呀？他说：“我早知道啊，挣这钱呀，要付出这么多的精神压力，还导致家里不顺的话，打死我也不会去做。”他说他什么呀？他为了一些工程，为了一些事情，除了给人送钱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干什么呀？请人嫖娼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得这个钱，得这个钱就这两个路子，一个就给人送钱，哎，说难听就是行贿。那第二个呢，请人嫖娼，就用钱和色这两种方式得来的钱财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呀，跟您联系呢，哎，他还是碰到一个讲传统文化的一个老师。”跟他关系比较好，在网上看过我很多视频。他这几年呀就倒霉出事啊，哎，为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要忏悔，要做好事，还成立了传统文化促进会，还举办了很多届的论坛。昨天晚上给我放声痛哭啊，他说他已经改了几年了，没见效果。不光是没见效果呀，甚至想来见见我呢，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说您这么大个老板，怎么连路费都没有？他别人欠他钱给不了，他欠别人的钱，别人追着要。说着马上过节了，他家都不敢回。他说啊，我看到你讲的。这个课里面，我自身风水坏了，我这个自身风水，我自己想来想去坏在什么地方？第一就是行贿，第二呢，请人嫖娼。你说的是大影响企业运气，小影响家庭失和。他说我这两个都收到宝了，企业和倒闭一样。负债累累，
不停的裁员，家庭是太太抱怨，是女儿抱怨，他就像那个过街的老鼠一样啊。啊，说这是小事情啊，还光怕他给行贿的那些人一旦出事儿，把他牵扯了，就这他都配合人家纪委去配合了几次调查了，他每次人家通知他的时间呀，他就光插尿到裤子里面了。啊，他叫去以后呢，那个房间里面审问，像墙上好像都贴的那种像海绵状的那些东西，怕他自杀呀。你想死都死不了，24小时不让你睡觉，审问你，让你交代，也不打你也不骂你，你就别睡觉，你给我交代就行。本来人家问一件事儿呀，在那里面恨不得把自己做的亏心亏天良的事儿呀，全部给倒光倒净啊！他说：“你在那个里面，你才知道钱财无用啊。所以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啊，我们都知道‘有钱能使鬼推磨’，可是我们把第二句话没记住，‘有钱难通神明’啊！啊，你想的，你有钱使鬼推磨了。”这阴就重了，你肯定倒霉嘛。可是你通不了神明啊，神明是什么呀？正直无私为神啊。我们通神明所挣来的钱，这个钱呀，不会被消耗掉。要是协力得的财呢，是五贼共有。哪五贼呢？第一，我们就知道的火灾，你容易失火。第二呢？意外事故，比方出车祸，哎，有些人你看旅游呢，命都没了，谁就能知道坐个船就上不来了？甚至我还碰到一个大老板，大家都不知道去游泳池游泳呢，让他司机给他拿双拖鞋，那水也就拦腰，在腰的那个位置，竟然在水里死了。我们想想。非常离谱的死亡啊，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。实际这就是贪图的邪力，这叫邪财。邪财呀，从邪道来的，那一定要从邪道上出去。啊，一个受这个意外灾害，像火灾、水灾、地震，那最严重的干什么呀？给你来个不孝子孙啊！给你败光败净，要不然给你来个假票子。什么叫假票子？来个儿子挺聪明，挺帅气，长个20、30岁，拜拜了。啊，让你那个年龄是想要孩子年龄过了，不要把孩子没了，让你生不如死啊！这就是财来之不正所带来的祸患。所以贪图邪利，会毁坏整个家庭的风水，会毁害坏呀三代人的命运。什么叫三代人啊？哎，你做的坏，你受报，儿子受报，孙子受报，三代受报呀，所以毁坏三代人的命运。哎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邪力呢，一个是从行贿，靠行贿手段挣来的钱，哎，一个呢，就是靠违背伦理道德挣来的钱。这种钱会虚耗，这种钱呢是不经花，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那个老板就给我放声痛哭啊，他已经做传统文化、做慈善很多年了。既然都没改变，我就给他讲了，你现在是在止恶，恶还没止住呢，善怎么出来？我说你把你过去所做的那个恶事，你积累起来，要堆得像山一样，你现在所做的那个善事啊，如同啊，车水背薪啊，哪能抵得住啊？啊，再加上
我们把佛门把，哎，古圣先贤的这个地方当成了什么呀？当成贿赂场所了。你本来把官员贿赂一遍，现在倒霉了，赶快又贿赂佛菩萨，贿赂天神，贿赂古圣先贤，觉得我做点慈善，你要让我把命运改好。我说你要起这个念，罪更重啊！你把这些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当成什么呀？当成贪官污吏了。这个念也邪了。哎，如何能得到这个保佑、护佑？不可能。啊，那这个邪力呢，不光是说贪污行贿啊，包括我们讲的赌博。骗人加入传销，啊，甚至卖保险的，夸大其词，夸大这个保险的性能，卖药的夸大其词，宣传药物的性能，这也是正邪力。你本来这个药不治癌症，是不是？你非要传的，哎呀，它能治癌症，它包治百病，什么包治万病。为了自己的私利呀，哎，骗人，靠一些不正当的贪图邪利的行为去骗人，这个罪很重的啊！这个一旦出了事，到死啊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想一想，它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因果。什么深刻的因果？作为一个官员能当官，一定是祖德很旺，己福很厚，自己的能力也很强。本来他们的祖先还希望他光宗耀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呀，培养几十年呀，因为你这个行贿。毁坏了一个家庭的光宗耀祖的命脉，毁坏了国家辛辛苦苦培养的廉洁干部。一旦被抓呀，你毁坏了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啊！啊，你受报是小事儿，人家也是毁三代呀，祖宗受辱，哎，自己受害。子孙受祸，让人一说呀，他爸是贪污犯，你说那孩子如何能抬起头来？一说那祖上肯定亏人了。你看，要个贪污犯的儿子后代，祖宗蒙羞啊！我们想一想，你的这一个行为呀，导致多大的祸患？这个我们不能不知啊。深层次的这个因果关系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是不去行贿呢，他如何变成贪污犯？就是因为你行贿了，他才变成贪污犯的呀。贪污犯的由来就是因为你行贿导致的啊。要不有人跟我说，那秦老师，那我这做生意不送礼，没办法。中国古人啊，送礼呀，是以感恩心起现的。现在的送礼是变味的行贿，它是不一样。哎，我也送礼啊，我送礼和别人送礼是不一样，存心不一样啊。我每次给人送礼，哎，给老师送礼，感恩老师教导啊；给领导送礼，我感谢你啊。为什么呀？给这一方民众做了贡献了。我送的礼品和别人送的礼品都不一样。我给他送书啊，我给他送佛像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他看完书更明理，不贪污了。他看见佛像了，哎呀，这佛保佑善人，我要当个善人。你看，他正了，不邪了。啊，同样送礼。一种礼啊，能让人名利增福；一种礼啊，能让人啊，欲事深渊啊。
你能刺激他的欲望啊，让他未来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坏，这个送礼就错了。哎，我也请客，我请朋友干什么呀？吃素喝茶呀，是不是？你请人家喝酒喝晕了，正好给你签字啊。你看目的不同啊，效果决然不一样啊。你看我请他喝茶，越喝越清醒，喝的三高下去了，你这请人家，哎，又吃又喝的，是不是说不上来开车出去出车祸了，还是你害的呢？啊，要不古人把朋友列为啊五伦之一。我们想一想，什么叫朋友啊？啊，明知开车还劝酒，决定不是好朋友。你想他开车，你还劝他喝酒，是不是？你明知他都三高了，你还劝他喝酒？真正的朋友应该说：“你来开没开车呀？要开车别喝了。”啊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有三高？有三高，咱们别喝了，以茶代酒就行。情谊到了就行，是不是？你非要把他灌醉呀？你看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新闻，朋友之间邀请喝酒把对方喝死的很多呀。所以国家现在有个连带关系，不光是把朋友喝死，在我们当地把人大副主任叫去喝酒呢，把人家回去给喝死了，脑溢血啊，同陪的三个人全部赔钱，给人赡养老人赡养孩子。我们想一想啊，这种就是私利，为自己的私利，为自己的邪利企图不良所招致的啊。所以送礼也好，请客也好，全在你的发心。你这个心是自私自利的，你这个心还是公心，还真的是感恩人家，那是不一样的。私利的心请人吃饭，就会让人家干什么呀？就会让人家吃你的嘴短。私利给人送礼，就会让人家拿你的手短。啊，那要是公利和感恩心呢？那吃你的增加感情。啊，拿你的呢增加友谊，这是决然不同的啊。要不很多人说，秦老师，那我这也要送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你就要把这个心放正啊，不是说我今天给你送一点东西好，你给我不能给点回报，我让你好吃难消化呀。起这念，你招致的财一定就是凶财了。哎，是朋友，在他不影响他的前途，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法规，也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，哎，你不妨给你朋友说一说，哎，你可以给我帮助帮助，我做这个事情你也要保证保质保量啊。哎，这个前提下，那他给别人做也是做，给你做他还放心的，那这个就正当了，不然就邪了，不然就偏了。要不很多人跟我说，那现在就是个送礼的社会啊。我说啊，这个礼啊，是体现了一种回报感恩的这种理解，现在把这个送礼变成了行贿害人的理解。所以经理和古礼是不一样的呀。啊，古礼是里面有人情味儿，现在人送礼里面没有人情味儿呀，是狠毒心啊。我们想一想，这方法错了啊。要不我说第八呢，贪图邪利会毁坏整个家庭风水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行贿的过程中，我们在请客吃饭的过程中，存心不善，心
行为不正，思想不良。思想什么呀？思想不善良，行为不端正，存心不善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我今天给你送点礼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话交流的时间，我还留一手，弄个录音笔，要不手机能录，是不是？我要不还私下拍个照，录个段音。未来你不帮我拿着威胁你，这种事情非常多呀。我们想想啊，要不很多人跟我讲呀，我这为什么倒霉呀？我这钱为什么就被没收了呀？我为什么坐牢啊？我孩子为什么不孝顺啊？我就告诉他了，你所得来的钱财是从邪力中来的，这种钱容易虚耗，招灾招祸，招病招殃啊。哎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企业说倒闭一夜之间就没了，你就知道他这个钱里面一定有凶财。哎，同样是企业，人家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？因为他的钱正，这个钱正啊不容易虚耗，什么大的金融危机，什么大的波折来了以后，对他影响甚微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天地呀，他护佑是正气之人，灭邪气之人啊。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贪图邪利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啊，因为我也在企业，也管销售，经常我们的很多客户，我也去回访，我给他们送的几乎都是书，要不就是工笔画的佛像。哎呀，我说给你送尊观音像吧，观音菩萨保佑你全家平安呢。他一听，哎呀，还很高兴。我说这哪是给你送观音像啊，我说我这人也比较很多啊，送观音像两种目的，第一呢，给你种个金刚种子啊，让你脑海中有一个佛菩萨的形象。那第二个，给你家送了一个纪委书记啊，天天监督你，看你做坏事还是做好事。你想想，是为了让你归善呀，不行恶而已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当好一辈子的贵人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要不现在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这命里没贵人啊，我小人多呀。实际我们可能没弄明白，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小人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啊，自作自受啊。要不古人讲什么呀？天造业犹可为，人造业不可活呀。哎，天降的这个灾，我们都有，人都有可为，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孽是不可活啊。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要不我说，我们现在享福，我们现在有钱，有车有房，钱赖其祖宗积德所护啊，我们全是仗着祖宗积德所护啊。德尽则亡啊，这祖宗积这个德，德尽了你就亡了。为什么呀？就像我们的父辈去世给我们留了几千万存在银行了，你吃喝嫖赌要把这几千万花光了，你不就亡了啊？要没有花完的时间，别人还说你看这人作恶这么多钱，实际他不知道这个钱是父母祖宗留的，不是他自己的啊。所以贪图邪利，这个是非常可怕啊。要不我说，邪利之财是五贼共有，第一水灾，第二火灾，第三地震，第四呢，不孝子孙，第五呢，官府，
就是你这财要是从邪力中来了以后，会受这五种灾害。水会给你冲掉，火会给你烧掉，地震会给你摇掉，不孝子孙会给你败掉，官服会给你全部没收掉。这是邪财呀，邪财是无贼公有啊，就是你这个钱随时随地都会被这五种灾害给你全部吞噬掉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要挣的这个钱是正道所来，五福麒麟，你这个钱能养父母，疼爱妻子，子女用你这个钱都能成才呀。家无疾病，无有意外，这是五福共有啊。父母花你的钱健康长寿，不然你这个钱要是凶财来的，父母一花就生病，父母一运啊就遭难。为什么呀？钱是凶的呀。要不很多人说，怪了，我这有钱我爸妈死了，问你钱太凶了，你爸妈不死他就下地狱了，他是早死早投胎，兴许去好地方的。要不有人说呀，我这怎么有钱了，这孩子不听话了，钱是凶道来的呀，孩子只有不听话才能把你这个钱给你虚耗掉，要听话你这钱就不叫虚财了。要不说我说人为恶啊，能善终的太少了。除非两种可以善终，第一种佛要讲的放下屠刀立即成佛，我们改了。第二种呢，世间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两种人就赚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贪图邪利，毁家三代，会影响整个家庭风水不好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遇到的官员、大企业老板包括当官的，只要来的不正，可怕呀，出大问题呀。你包括我最近遇个朋友，还是一个单位的一个政委呢，就因为虚改了两岁年龄被免职了，你说亏不亏啊？这叫行为不当啊，影响风水不好了。要不他这没啥，我咋没啥？那你为什么要虚改两岁呀？他说大家都改。我说我们呀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可以同流，但是不能合污。你这等于同流又合污啊，你遭报啊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。要不很多人说这改个年龄都有这么大的恶果，那你好好的改这两岁干啥？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呀？是不是你多干两年，那后面那个人呢，有可能就因为这两年他升一级不早退休了，就因为你占这个位置把他阻碍了，那他祖先就不愿意啊。要不我昨天讲了什么呀，中国人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，但是中国人有共同的祖宗信仰。我们都知道中国历来是什么呀，皇家有宗庙，民间有家祠啊，这个民间很多地方都是有祠堂的，人家祖宗不愿意啊。你多干两年，那我子孙退休了，是不是？就因为你占那个位置，本来你一退，老人退了，新人就上了嘛。你这倒好，年龄改了，你退不了，影响别人前途啊，这也是损阴德呀。
很多人都把这个事儿也认为是个小事儿，可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，多少人因为改年龄被免职不提升？就这么可怕呀！这也是贪图协利呀！啊，所以这个"协力"的"协"字就是不正，正是正道来的。你要卖水果、卖蔬菜，缺斤短两，这也不正。你价钱可以要高，保足分量。至于他买不买是他的事情。啊，那要不有人说，那我这样不挣钱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不挣钱的。你靠协力挣来的钱也是你命中有的，你要没有靠协力也挣不来呀。关键你把你命中的钱，正财变成了凶财呀，这个可怕呀！本来命中1亿，打折变成5000万了。你要一负债，把祖宗积的德付光了，妻子本来忘你不忘你了。丈夫本来忘你不忘你了，子孙本来是要报恩的，因为你这个钱是凶财，子孙都跑来讨债，替你还债啊，这个可怕呀！所以这个凶财毒害，谁用了，谁倒霉呀？关键是这呀，啊。要不很多人跟我说呀，秦老师，你看某某官员给寺庙一捐，几百万、上千万，怎么被抓了？我说他要是贪污了1个亿，捐1000万，你认为多吗？他要贪污了1个亿，最少捐1亿100万，那100万是功德。啊，你以为他捐那个是功德？那个只是还债而已啊，没功德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凶财是五贼共有啊，地震、水灾、火灾，不孝子孙，官府给你没收。哎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，就是你一旦思想一偏，行为一偏，从心一偏，祸害太大了啊！所以我们大家不能不知道我们在卖东西、做生意、做事的时间。一定想到我们这个钱是挣的还是写的，这个非常可怕。你看，有很多人偷税漏税挣点钱，很多人违法乱纪挣点钱，到最后都送哪儿去了？送医院去了。哎，我就碰到一个还是个学佛的呢。给我他一天能念多少万遍阿弥陀佛？哎呀，给我表了半天他的功。我说你这个嘴里念佛心不善。他说你怎么说我嘴里念佛心不善呀？我说你没发觉从你念佛以后病越来越多了？哎呀，他说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呀，我怎么现在念佛病越来越多了？我说念佛人念到什么呀？第一口善呀。啊，第二行善呀，行为要善呀，第三呢心善呀，三善具备，福禄寿全呀。我说你这个嘴里念佛，心里想着什么呀？第一是贪啊，如何我贪便宜？我说你最明显的一个贪便宜，你说你生病，你想没想过，你的那些药都不掏钱呀？我一说这话，他说：“呀，秦老师，我明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真明白了？”他真明白了。他说：“我呀，我老公啊，他经常买药，可以，哎，医疗报销。
我每次啊假借他名啊让他就买很多药回来，说没事啊，这多买点放那儿备着生病了好吃。他说他每次买药啊都买一大堆，所以这个药啊没少吃，病没治好，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什么高血压、脑血管硬化，什么心脏病、糖尿病，病越来越多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现在才明白了。他说反正我老公每月500块钱报销药品钱，不报也白不报，他把那500块钱全买成药。我说呀呀，你这一年你没发现你老公那个报销都不够了？他说确实不够了。这叫什么呀？自作自受啊，你看占便宜啊，这叫邪呀、啊，这叫贪邪利啊。连药，我说你为什么买药？你买药就要生病啊，老天爷正好买你愿，为啥？你正好生病吃药，你不然那药放那浪费了。你想什么？